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费税的第三节的内容啊，关于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的问题。嗯，这一节的内容呢比较重要啊，涉及到计算。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消费税的一个环节啊，我们一直强调，你学消费税的话，还是要关注有关的消费税的一个纳税环节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一个是关于生产销售环节的消费税的计算。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出厂环节的消费税。那么对于生产销售环节，只有一件商品我们在出厂环节是不征收消费税的，哪个啊？金银铂钻，对不对？也就是说，除了金银铂钻以外，其他的应税消费品，如果我们从国内啊生产环节对外销售，我们要在出厂环节征收什么？消费税。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在这里面如何征收？那绝大部分都是什么？比例计增的，对不对？从价定律。 比例计增，那么三个从量的啤酒、黄酒、成品油啊，我们从量计增。那其中啤酒甲类啤酒和乙类啤酒的判定，这是要掌握的。呃，第三个是复合计增，复合计增的话，卷烟、白酒，我们在出厂环节是复合计增，从价加,加什么？从量。也就是说，我们在出厂环节的话，就是金银铂钻以外的其他应税消费品，我们都是要交纳什么消费税的？金银铂钻我们是在哪个环节啊？ 零售啊，我们直接来看一道例题。某酒厂为一般纳税人，三月份呢销售粮食白酒四吨，取得不含税的销售额为四十万元，当月收取包装物的押金两万两千六百元，那么没收预期未退的包装物押金是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元。问你上述业务哦，这个应该要交多少消费税？首先，第一个销售的是什么东西啊？白酒。那白酒的话，我们是什么？复合计增，从价加什么？从量。 那么在这里面，从价一个取得不含税的销售收入四十万，我们肯定要交税。另外一个在这里面有两笔押金，一笔是当月收取的押金，还有一笔是逾期未退的押金。那对于酒类包装物押金的话，我们是这么说的：啤酒、黄酒我们按照什么？按照一般包装物处理，也就是说收到当月不征税，逾期未退超过一年以上的我们才交税。而除了啤酒、黄酒以外的其他酒瓶子押金，我们一收到就干嘛？交税。 所以在这里面，因为它卖的是什么白酒，它是属于其他酒啊，啤酒、黄酒以外的其他酒。那么这个时候，包装物押金，我们不论期限，一收到就干嘛交税？也就是这里面的两万两千六百元，我们是要交纳什么消费税的？问，呃，另外一个是逾期未退的包装物押金，那这个四万六千三百三，这说明是在以前月份收取的。那以前月份收取的，我们在以前月份收取的当月已经交过消费税了。 那么我们就不用再什么重复课征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面，从价计征的两个，一个是不含税的销售额四十万元，不含税；另外一个是包装的押金，押金通常是什么含税的？我们要做什么价税分离啊？也就是两万两千六百元价税分离除以价百分之十三，这是我的全部的什么销售额，税率百分之二十，对不对？白酒。 呃，复合计增，从价百分之二十，再加什么？从量四吨，每吨多少？一千元啊，单位元。看到了没有？你就这么去算。那如果说问你应该要交多少增值税呢？如果说问你要交在呃多少增值税的货，增值税的话，我在这里乘以百分之几啊？十三。哎，这就是我应当交纳的什么增值税，对不对？因为增值税，呃，消费税，他们包装押金的税务处理其实是什么一致的啊？ 这计算你们自己去算了啊，我就不多说了。选的是 B。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关于什么自产自用？那对于自产自用的话，无外乎分为两种情况。我们先看一下，然后我做一下解释，做个案例就知道了。第一种情况，他说是用于干嘛？连续生产什么东西应税消费品的？那么我们在移送时什么？不纳税。我们强调的是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我们在移送环节是不征收消费税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所谓的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主要是指的是作为生产最终应税消费品的直接材料，并构成最终产品实体的一些应税消费品。那么税法规定，对于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征税，它体现了不重复科税的原则，也就其实也是等同于是种什么？ 一种我们所讲的，它其实也是一种公平原则的一种体现啊，它也是一种公平原则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我们呃消费税当中，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干嘛？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我们在移送环节，我们是不需要交纳什么消费税的。举个例子，我们听一下啊，比如说我 A 车间，A 车间生产什么东西呢？哎，A 车间生产烟丝。 A 车间呢生产烟丝，它是一个应税消费品。如果说 A 车间将生产的烟丝，它现在是直接什么对外销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不用想，肯定是要交纳什么消费税的。为什么？你烟丝它是消费品，对外销售出厂了，我们要交纳什么消费税，对不对、啊？那 A 车间将自产的烟丝干嘛？移送，移送到哪里？B 车间，B 车间。 进一步加工生产，也就是说，A 车间啊，将生产的烟丝移送到 B 车间，B 车间干嘛呢？哎，把烟丝给卷起来，加个滤嘴，不就，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讲这个移送，我们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的。那等 B 车间生产出来的卷烟对外什么销售，那我们就要交纳什么消费税了。那么在这里面，人家说为什么 A 车间？ 生产的烟丝移送到 B 车间去生产卷烟，这个移送环节我们为什么不征收消费税？其实也是从公平原则角度上面来考虑。如果说你这个移送我们交了消费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想啊，A 车间烟丝我移送到 B 车间去生产卷烟，如果这个移送啊，如果这移送我们去征收消费税的话，那好了，那这个消费税就要记录到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卷烟的成本里面去了。 然后卷烟生产完毕之后，我对外销售卷烟出厂是不是又要交消费税了？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卷烟一出厂就有几笔消费税？啊？两笔。那么你说我卷烟有两笔消费税，一笔是出厂，一笔是什么？批发、啊。我现在还没到批发，就光出厂就有两，那显然是什么重复课征了嘛？对不对？一笔是什么烟丝的消费税，一笔是卷烟本身的消费税，那不变成重复征税了吗？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的移送环节不交纳消费税，主要是为了。 避免什么重复课税？它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课税。所以说我们讲了啊，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我们在移送环节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的。现在能理解了吧？好，这是一个。那除此以外，你用于什么其他方面的应税消费品，我们就要在移送时干嘛交税？除此以外的话，也就是说，只有自产自用，只有一种情况是不交消费税的，就是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如果说你用于其他方面的，那这个移送我们就要干嘛交税？ 我们所讲的用于其他方面，主要是指的是用于生产什么东西啊？生产非应税啊消费品，以及啊生产领用啊用于什么在建工程啊、管理部门啊、非生产机构啊、提供劳务啊，以及有关的一些视同销售，比如说像我们的馈赠、赞助、接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那这些我们是属于用于其他，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移送，我们就要交纳什么消费税？这里面。 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视同销售，对不对啊？你对外赠送啊、借资啊、广告样品啊、福利啊、奖励啊，这些移送我们都好理解。我们相当于类似于出厂一样的，我们肯定是要征收消费税。但是有一个移送，我们是也要缴纳消费税，就是用于生产什么非应税消费品。我们强调的是非应税消费品。 所谓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主要是指的是把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我们消费税暂行条例税目税率表当中所列的十五类应税消费品以外的一些产品。你自产自用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这个移送我们是不征收消费税。但是你自产自用移送什么？用于生产什么非应税消费品，我们是要缴纳消费税的。怎么讲？ 你 A 车间，比如说你生产什么东西啊？红酒。A 车间生产红酒，这么大都知道。红酒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应税消费品。如果说你对外销售，哎，我们是要交纳消费税的，因为红酒嘛，应税消费品出厂环节我们是要征收消费税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我现在 A 车间生产的红酒啊，我干嘛一送？ 用移送到 B 车间，B 车间生产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酒心巧克力，巧克力它是属于非应税消费品对不对？这个是属于我们叫做什么？非应税消费品。 这是属于非应税消费品，那你当然，你 B 车间生产的这个酒心巧克力对外销售的话，这个我们是不征收消费税，为什么？因为它不属于水消费品，对不对？酒心巧克力，巧克力它不属于消费品，那当然，我出厂对外销售，我们是肯定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A 车间将自产的红酒应税消费品移送到 B 车间，用于连续生产什么东西？非应税消费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移送环节就要干嘛？交税了。啊，我们就要在移送环节交交税了。为什么？也是公平原则。如果说你移送不交税，我们现在假如啊，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啊，你听一听啊。如果说我 A 车间生产的这个红酒移送到 B 车间去生产酒精巧克力，我们在移送环节不征收消费税的话，你会导致一个什么？导致我红酒的成本里面其实并没有消费税。那么我自己生产出来的巧克力。 里面也是没有这个红酒的消费税的，对不对？那反过来说了，如果说我现在生产的这个酒精巧克力所用的红酒这个原料是从别的企业购进的，是外购的呢？ 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们生产酒精巧克力，现在你们这个酒精巧克力所用的红酒是从我这里购买的，那站在我的角度，我是把这个红酒出厂卖给你，我要交消费税，相当于这个红酒的成本里面有什么？有消费税了。然后你购进之后去生产酒精巧克力，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外购红酒生产酒精巧克力的话，你外购红酒的成本里面其实含有什么？含有消费税的。但是如果说你自产红酒生产酒精巧克力，你在移送环节不征收。 收消费税的话，那你的成本就要比其他外购的成本就要来的什么小？不就少了一笔消费税吗？公平吗？肯定不公平啊！我们讲的要说服公平啊，对不对？大家纳税人之间都要公平啊。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什么，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我们在移送环节干嘛？要交税。 那你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话，我们在移送环节是干嘛？不征消费税的，为什么？因为你连续生产出来的这个应税消费品，应税消费品出厂还是要缴纳消费税的。那我们至少要保证在出厂环节有一笔消费税就可以了，能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讲了关于自产自用两种情况，第一种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我们在移送环节是不征收消费税的。那你连续用于其他方面的啊，用于其他方面的，那么。 包括我们呃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以及视同销售的，那么这种移送我们就要干嘛交税？那这种移送该怎么交税？其实很简单，四个用最高价，我讲过哪四个？用于换取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投资入股、抵偿债务这四种行为的，我们用什么最高价？其他的都用什么平均价？那没有最高价、没有平均价的时候，我们才干嘛组价？对不对？啊，就要狗注住一下。那么这是一个。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二一年考的一道。 单选题，某高尔夫球具生产企业发生的下列物当中，应当交纳消费税的啊，应当交纳消费税的。A 选项将自产的高尔夫球杆对外赠送啊，赠送给客户用于市场推广，我们是什么？视同销售，交纳什么消费税？B 选项将外购的高尔夫球包用于比赛的奖励，在这里面我们就没有消费税了。 你外购环节的话，人家已经交过消费税了。我们高尔夫球球具的话，只有一笔消费税啊，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面用于奖励赠送的话，我们就没有消费税了啊。C 选项将自产的高尔夫球用于产品的质量检测，我们在这里面是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D 选项将外购的高尔夫球杆握把用于什么生产？ 高尔夫球杆，那么在这里面，他讲的是将外购的连续什么生产的，这是属于我们消费税的一个抵扣的问题。我们现在没证明讲、啊，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也说一下，在这里面啊，呃，这个握把连续生产这个高尔夫球杆，我们在这里面的话，这个外购的高尔夫球杆以纳的消费税，我们可以进行什么抵扣的啊？这是可以进行抵扣的啊，这请关注一下，选的是 A 啊，选的是 A。好，我们再看一道题目。 呃，下列行为当中应当征收消费税的，A 选项将白酒自产的啊，酒厂将自产的白酒赠送给客户，我们是视同什么销售？B 选项将自产去生产卷烟，他强调是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那么我们在移送环节是干嘛？是不征收消费税的啊？C 选项汽车制造厂将自产的小汽车。 啊，用于内部的行政部门，这、就是自产自用。我们要干嘛？视同上、啊，原油加工厂将自产的柴油用于调和生物生产这个生物柴油，也就是说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什么？应税消费品，我们在移送环节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的啊？选的是 A 和 C 啊，选的是 A 和 C。好，我们再看一道题目：下列关于纳税人自产自用不需要交纳的。 自产自用不缴纳消费税的就一个，连续生产什么应税消费品？炼油厂用于基建单位的自产的，呃呃，用于基建单位车辆的自产汽油，这是自产自用。B 选项，汽车厂用于管理部门的自产小汽车，自产自用，视同销售。C 选项，日化厂用于交易样品的自产高档化妆品，啊，也是什么移送，我们要缴纳消费税的啊。D 选项，呃，卷烟厂用于生产卷烟的自制烟丝。 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移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我们在移送环节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的啊？在这里选的是 D。好，我们再看到多选题，应当征收消费税的 A 选项，商业企业将外购的应税消费品。 外购的应税消费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这是什么？零售啊，商业企业零售。啊，零售环节的话，除了经营拨赚以外，我们是没有什么消费税的啊。B 选项，商业企业将外购的非应税消费品以应税消费品对外什么销售？将外购的什么东西啊？它是一个啊、呃，生产企业、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以外购的非应税消费品以应税消费品对外销售，我们要应当交纳什么消费税？ 这我们在开篇里面已经讲过了啊。C 选项，生产企业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那么自产自用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移送环节，我们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D 选项，生产企业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什么？呃，企业技术研发，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干嘛？交纳什么消费税？哎，不过我在这里说一下啊，像我们应税消费品啊，自产自用啊。 你说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我们在移送环节是不征税的吧？那么在这里面，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其中有一道工序也是很特殊的，就是说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什么？用于测试，啊，用于测试。我前面呃有一道例题当中啊，呃这一个选项啊，C 选项将自产的高尔夫球用于什么？产品质量检测。 产品质量检测，它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我们生产工序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你将自然自用用于连续生产这个，啊用于什么产品质量检测的这一道工序，我们视同是什么？属于自然自用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那这种我们移送，我们就是不征收什么消费税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呃，在这个 D 选项里面啊，D 选项当中。 它是说，是用于什么技术研发？它并不是用于质量检测。你说我用于产品的质量检测啊、呃？你比如这种东西，比如说啊、呃，一些汽车厂啊，像自含的小汽车用于什么碰撞测试，大家都看到过的一些新闻里面，对不对？一些车辆的碰撞测呃测试，那这种都是属于啊、呃、产品的质检工序的。 啊，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是属于什么？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但是用于技术研发的，那技术研发的话，它并不一定是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们用于技术研发的啊，啊、企业技术研发的就相当于是自产自用哦。那么我们这个还是要干嘛？照章征税啊，这个还是要照章征税的啊。这请给我注意一下，选的是 B 和 D 啊，选的是 B 和 D <laughs>。那么在自产自用当中。 只有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我们在移送环节不征税，对不对啊？用于其他方面的，我们在移送环节要交税。怎么交税？很简单啊，最高价用于换取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投资入股、抵偿债务这四种行为的，我们用什么最高价？那其他的用什么价？平均价？那你没有最高价，没有平均价怎么办？我们要干嘛？要组价啊，我们就要组价了。我们来看一下，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凡用于其他方面的。 应当缴纳消费税，应当按照同类应税消费品的销售价格来进行计税，也就是说四个用最高价，其他的用平均价。如果说现在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没有这个呃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的，那么我们按照什么？按照组成计税价格来进行征税。我们大都知道，消费税有三种计税方法：从价、从量和什么复合。那对于从量计增的，压根就不需要你组价，因为从量的话，我们按照移送的数量来进行征税了。 只有从价计增和复合计增的，我们才干嘛组成一个价格，才要进行组价。那么怎么组？对于比例计增的、从价定律的，那这个我们其实在讲增值税的时候，我们是讲过的，用的是什么成本加利润除以一减什么消费税税率。那么关注的是什么？复合计增的，复合计增的组价的话，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复合计增的话，它的复合计增就是一个什么从价。 加什么从量，对不对？复合计征是从价加从量的。那你在组成计税价格的时候，其实成本加利润加什么消费税，而这个消费税有两块构成，一块是什么从价，还有一块是什么从量。从价怎么算？直接加进去，看到没有？成本加利润加什么从量税，然后再加什么从价？怎么从价？除以一减什么比例税率？听懂了没有？你就这么去算，很简单，懂了没有？那当然，我在这里先说一下。 你如果说用的是成本加利润加从量税除以一减比例税率，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算到的仅仅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仅仅是一个价格啊，这是一个价格，而且是什么？含消费税的一个价格，它仅仅是一个含消费税的一个价格。那我在这里乘上一个消费税税率。 那仅仅算到的是一个什么从价部分啊？我仅仅一个复合计增的从价，再加什么从量税，才是我的什么应纳税额？应纳的这个消费税税额能理解吧？也就是说，我们成本加利润加从量税除一减比例税率，这个算到的仅仅是一个什么价格？你价格乘以消费税税率，那仅仅是一个从价的部分，再加从量税，才是我复合计增的应纳税额。 所以说，在这里面，对于组价计算啊，复合计增组价计算应纳税额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在组价的时候的这个从量税不要漏；第二个，复合计增的从量税不要漏。能理解了吧？我们来看到单选题。三月份，某化妆品厂将一批高档的这个护肤类的化妆品用于什么？集体福利？哎，我们视同销售，成本呢为三万五千元。 将新研制的高档香水用于广告样品，成本是多少？两万元。你用于广告样品的话，我们也是什么？这个一个集体福利，一个广告样品啊，我们都是什么？视同销售，对不对啊？现在一个成本是三万五，一个成本是两万，已知利润率百分之五，消费税税率百分之十五，货物已发出，没有什么，没有同类价格，没有同类价格主价，组价成本加利润啊，它是化妆品啊，比例计增啊，就除以减消费税税率啊。 就行啊，你把两个成本合计一下嘛，乘上一个一减啊、呃，乘上一个一加百分之五的这个利润率，除以一减百分之十五的什么消费税税率，这个算到的是什么消费税，对吧？然后再乘上一个啊、呃、这个组价，乘上一个百分之十五，算出一个什么，应当交纳的一个什么消费税。两个成本合计啊，成本加利润除以一减什么消费税税率。那如果说这道题目当中问你什么增值税是多少呢？ 将自产的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我们是视同销售吧？啊，将自产的用于广告样品、对外赠送也是视同销售吧？所以说，问你增值税的话，我在这里乘以百分之甲十三了，这就是我应当交纳的什么增值税，对不对？啊，这个都要会啊。好，那么这是关于自喊自用的一些问题，没问题吧？也有我们出厂环节的消费税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黑底字，关于委托加工环节消费税的计算啊，这个里面就有要求了，委托加工。 那关于委托加工的话，我们在讲消费税的开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谈过了啊，已经稍微的提示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两段话。我觉得税法这种东西啊，还是要有一些悟性的，啊，吧？还是需要有一些悟性的。你把这些悟性的一些东西把它给掌握好了，我觉得消费税学习来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两段话。第一段话：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是指的是委托方干嘛？提供主要原材料，受托方干嘛？他是只收取加工费和什么辅料费的，这个我们才叫做什么委托加工？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在税法当中，我们所讲的委托加工只有一种行为，什么？委托方干嘛？提供主要原材料。 受托方干嘛？只收取加工费和辅料费。只有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才叫做委托加工。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或者说是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加工的。 应税消费品以及受托方以委托方的名义购进原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不论纳税人在财务上是否做销售处理，都不得作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而应当按照销售自制的应税消费品来缴纳什么消费税？这一段话你不要小看，这就是把委托加工和自产的已经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了。什么意思？比如说你们是委托方，我加工企业受托方。 你我们在税法里面所讲的委托加工，只有一种情况，什么？你们干嘛给我原材料？原材料必须是你来给我的，听得懂这意思吧？实打实的原材料要给我，我呢收钱，收什么钱？加工费、辅料费。那这种我们叫做委托加工，这个才叫做委托加工。因为加工完毕之后，我这个加工出来的应税消费品是不是要从我厂里出来、啊？ 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出厂环节有没有消费税？有，但这笔消费税不是我的，尽管是从我厂里出来的，但不是我的，是你的，清楚了没有？这种我们才叫做委托加工，我受托方要代收代交消费税，这个消费税是你的啊，这是一种。那么除此以外，我们都不属于委托加工，不是说它没有消费税，而是不属于委托加工的这种消费税。怎么讲？如果说是原材料由我提供的，或者说是什么？ 我把原材料先卖给你，然后再进行加工的，或者说是我以你的名义先从外面买来原材料，再帮你进行加工的，不管什么样子的类型，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不管你在财务上如何做销售处理，这些在税法当中都不是委托加工，都不认等，就说不认同同为是什么委托加工。那这种情况下面，你加工出来、生产出来的这个消费品就要从我厂里出来。 有没有消费税？有，这个时候的消费税就不能够按照委托加工来进行征税了，一律按照什么自制应税消费品？谁自制？我自产，是因为是从我厂里出来的，就是我自产了，由我来交消费税了。听懂了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逻辑图当中，这个逻辑图里面其实写的已经很清楚了。首先，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在税法里面只有一种情况，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哪两个？ 委托方干嘛提供主要原材料？受托方干嘛只收钱？收什么钱？加工费最多再加一个辅料费，了不起死了！听说了没有？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的，我们才干嘛叫做委托加工。如果说满足这个条件的，在第二点里面，对于确实是属于委托方提供了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我只收取加工费和辅料费的应税消费品税法规定，受托方。 在向委托方交货时要干嘛？代收代交消费税，这样子，受托方就是法定的代收代交义务人。也就是说，当你满足这个委托加工条件的时候，我们先看左边这一列。当你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讲清楚，我现在接受你的委托加工，你给我主要原材料，我呢只收钱。 收什么加工费和辅料费，帮你加工，加工出来一个什么消费品了？这个消费品一加工完毕之后，你是不是要来提货啊？就要从我的这个厂里面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应税消费品在哪个环节征税的？出厂？那税务机关认定这个消费品是从我厂里出来的，他肯定会问我来要。但我们现在这个消费品，它其实是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那好了，这笔消费税有吗？有谁的？ 你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纳税主体，你们一定要搞清楚是谁，是你委托方。这个税是你的，只不过我受托方干嘛？我受托方干嘛？代收代缴。 能理解了吧？所以说在这里面一定要搞清楚的，就是说，当你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出厂的这笔消费税到底是谁的？是你的委托方的，只不过由我这个加工企业受托方来干嘛？代收代缴，清楚了没有？那好了，我受托方怎么代收代缴？首先看的是受托方有没有同类的销售价格。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给我一批农产品烟叶。 然后呢？我问你收了加工费、辅料费了，那 OK，把烟叶加工成什么？烟丝，烟叶它不是消费品，烟丝它是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加工完毕之后，你来提货，从我厂里出来，那这个时候第一个是不是满足委托加工条件？是。那好，委托方。 在这里面，这笔消费税是谁的消费税？委托方的。那我受托方加工企业要干嘛？代收代交消费税。这笔消费税是谁的？是你的。只不过我来代收代交。那好，我如何代收代交？首先看我自己有没有生产过同类烟丝。如果说我自己也同时生产同类烟丝的，那么我按照我自己同类的啊这个消费品的销售价格来进行什么啊代收代交。如果说没有的，我们干嘛？组价。这个时候组价，我们叫做什么？委托加工组价。 那委托加工怎么来进行组价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材料成本加加工费来进行组价，啊，从价计增的那就是材料成本加加工费除一减消费税税率；复合计增的材料成本加加工费加从量税除一减什么消费税税率，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委托加工组价，能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讲了，只有当你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时候，委托方干嘛提供主要原材料，受托方干嘛只收取加工费和辅料费。 那么这种我们才叫做什么委托加工？当你满足委托加工条件了，首先出厂环节有消费税吗？有，谁的？委托方的是你的，我受托方仅仅是履行的是什么？代收代交义务，我帮你代收代交消费税，清楚了没有？我帮你交给税务机关。那么我怎么来帮你代收代交？首先看的是我受托方有没有同类销售价格。 对不对？有没有同类销售价格？有的，我按照我同类的销售价格来干嘛？代收代缴。没有的，我们才干嘛？组价。这个组价我们叫做什么？委托加工组价。它不像我们前面这个组价。我们前面在讲这个组价的时候，成本加利润啊除以一减消费税税率，我们用的是成本组价。成本组价这是什么组价？我们叫做自含组价。清楚了没有？那这种情况下面，当你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时候，我们是进行什么？这个有先后依次的顺序。 你代收代交的时候，我们有依次顺序啊，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什么依次的啊？首先看的是受托方有没有同类商品的价格，有就用这个价格，没有的我们才干嘛组价。那这组价叫做委托加工组价，用的是材料成本和什么加工费，它跟我们自含组价的这个成本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啊。我们讲的是这个成本，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利润啊？我们加的是利润来进行叫做自含组价，委托加工组价你会发现其实是没有利润的，其实是没有利润的。 啊，委托呃材料成本，呃进委托加工物资的账面成本，加工费、辅料费也要进委托加工物资的账面成本。所以它其实就是单纯的是以成本来进行征收什么消费税，不考虑利润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商品讲是讲是从我厂里出来的，但是我只是收了加工费和辅料费，我并没有拿到什么样的这个消费品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利润。这个利润应该在你手上。呃，这个我们不谈了啊，知道知道一下。嗯 好，那么我们讲，你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时候，我们用左边这一列；当你不满足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如果说你不满足这个条件的，我们都不能够叫做委托加工，一律视同什么自制？这个时候谁自制啊？ 受托方自治那么这种情况下面，一律按照受托方什么自产的应税消费品来进行什么征税。这个时候出厂有消费税吗？有，只要你出去的是消费品，你出厂肯定要征消费税。但这种情况下面，你一旦不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话，这个时候出厂的这个消费税一律视同什么？首先第一个，视同自产。 谁自产？受托方自产。这个时候的纳税主体是谁啊？纳税主体是谁啊？是受托方。也就这个时候的消费税不是你的了，是我的了。听得懂这意思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出厂有消费税吧？还是有的。谁的消费税？我自己的消费税。我们按照自产来进行处理了。那这个时候自产怎么来交消费税的？不就是按我同类商品的价格来进征税吗？没有的话怎么办？组价。这时候组价我们叫做什么？自产组价。 这个是委托加工组价，对不对？那在这里面自含组价我们怎么组的？不就用成本和利润来进行组吗？从量税的这个复合计的话，成本加利润加从量税啊，出一件消费税税率。清楚了没有？所以说在这里面一定要讲清楚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委托加工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哪两个？委托方干嘛？提供主要原材料。 受托方干嘛？只收取什么加工费和什么辅料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叫做什么委托加工？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委托加工。那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话，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纳税主体是谁？这个出厂的消费税是谁的？委托方的。我加工企业受托方履行什么？代收代缴。 怎么代收代交？我们看的是受托方有没有生产过同类商品，有的按照同类商品的价格，没有的我们才干嘛？组价。这个时候组价我们用的是什么？委托加工组价。委托加工组价用的是材料成本和加工费，呃，加工费里面包含了辅料费了。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啊，那么来进行什么组价啊？这个、就叫做委托加工。 那么，如果说只要你不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我们一律视同自产，谁自产，受托方自产。那这时候出厂有没有消费税？有，谁的消费税？受托方的。我们已经是视同受托方自己生产了。那这时候出厂的这笔消费税的纳税主体是谁的？是受托方的。那么受托方怎么交税？你自己申报了，你是按照同类商品的价格来报税了。没有的话怎么办？不就是我们用的是自产主价吗？自产主价用的是成本和利润来进行主价。看懂了没有？啊，这要请多注意一下。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逻辑图了啊，这逻辑图现在都应该能够看懂了吧？啊，这请构位注意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那么对于委托谁个人啊，含个体工商户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由委托方收回后，在委托方所在地缴纳什么消费税？这什么意思？一般来讲，只要满足委托加工条件的，受托方要干嘛？代收代缴。如果说现在我受托方是什么？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自然人个人的，那么我不帮你代收代缴了。为什么？其实说。 说的难听点，你个体工商户、自然人个人，你自己的税都算不清楚，你还帮我代收代交啊，对不对？所以说，也就是说，一旦是受托方是个体工商户、自然人个人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受托方就不再代收代交了。委托方收回后，委托方自行申报啊，到委托方所在地来进行申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那么对于受托方，如果说现在我们不考虑个体工商户啊，如果说受托方没有按照规定，呃，代收代交税款的，也就是说，应当代收代交而没有代收代交的。 这并不能免除委托方补交税款的责任，那就是要补税了，对不对？那找谁补？找委托方补。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纳税主体是谁？是委托方，这个税是委托方的。只不过如果说现在受托方没有帮你代收代交，我们现在不考虑个体户的问题啊。如果说现在我受托方没有帮你代收代交的话，税务机关被抓到的话，首先找谁补税啊？找你。 委托方的，因为这税是委托方的，罚罚谁啊？罚我，为什么？因为谁让你没有履行代收代交义务？听清楚了没有？那么在对于委托方啊进行税务检查当中，如果说发现其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没有代收代交的，找谁补？找委托方补税，因为这个税的纳税主体是谁？委托方的。那么对于委托方补税怎么来进行补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两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在检查时，如果说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经直接销售的，我们按照销售额来进行征税了，这好说。啊，嗯，比如说你提供烟叶，我帮你加工成烟丝，我们现在没有代销代交消费税，那这时候税务机关来抓你了，抓到你发现这批烟丝没有呃交过消费税，首先第一个补，找谁补？找你补，罚罚谁？罚我，因为我没有履行代收代交义务，清楚了没有？那好了，你怎么补税？就看你收回的烟丝有没有卖。 你卖掉的，我们按照你这个烟丝对外的销售额来进行补税了。那如果说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尚未销售或者不能直接销售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按照什么？按照组价来进行补税了。那这个组价公式与委托加工组价公式相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呃，烟丝如果说我没有帮你代收代交，被税务机关抓到了，那找你补。你现在呢，收回的烟丝没有卖掉，那好说。那么怎么补税？我们用组价直接补税了。 怎么来补？用的是材料成本加加工费来进行补税。那如果说你现在举个例子啊，你说我收回的烟丝一部分卖了，一部分没卖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百分之四十对外出售了，还有百分之六十在仓库里面还没卖掉，也就是说委托加工收回了。 比如说你们啊，委托加工收回了这批烟丝，然后呢，我没有代收代交消费税，现在被税务机关发现了，税务机关要找你补税了。然后税务机关稽查发现要补税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收回的这批没有代收代交的这批烟丝啊有40，有百分之四十对外销售了，还有百分之六十在仓库。那这时候怎么补税？很好理解的40，百分之四十的这一部分，我们按照百分之四十的那一部分的销售额卖了多少钱，就交多少消费税，清楚了没有？那还有百分之六十的没有补，呃，这个没有卖掉的怎么办？ 组价，那你用的是百分之六十的成本加上百分之六十的加工费来进行什么组价补税，懂了没有啊？这请给我注意一下。好，我们再看第五条啊，这也经常考。它讲的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在交货时现在已经代收代交消费税了，委托方收回后，它强调的是收回后以不高于受托方计税价格。 对外销售的，我们就不再征收消费税了。委托方收回后，以高于这个受托方计税价格的呃销售的，我们不属于直接销售，按照有关规定啊，什么交纳消费税，在这个什么计税时准予扣除受托方已经交纳的什么这个消费税，这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你们听一听啊，这个如果我们现在是什么受托方？ 比如说，现在是按照 PA 的价格干嘛？代收、代交了一笔消费税，把这个，比如说把这批烟丝还给了你，你是什么委托方？好了，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强调的是什么？直接销售，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你现在干嘛？把这批烟丝干嘛了？直接销售了，我不做加工啊，我们叫做什么？直接销售。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销售价格了，P 二。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面，现在我们比如说直接销售啊、呃，直接销售的价格是 P 二，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 P 二的价格直接对外销售了，委托方以不高于，也就是小于等于，不高于叫小于等于嘛，对不对？受托方计税价格 P 的价格对外销售的，现在你看看啊。 在这种情况下面，现在是 P 二的价格小于等于 P 一，不高于小于等于。我们其实已经按照 P 一的价格已经代收代交消费税了，对不对？现在委托方收回后干嘛？直接什么销售？按照 P 二的价格销售。现在发现 P 二的价格嗯比 P 一的价格要来的什么小？那么我们按照孰高原则。 哪个高用哪个。我们现在是 P 一高，P A 是不是售托方是不是已经按照 P A 的价格已经代收代交过消费税了？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不再征收什么消费税了，但增值税还是有的啊。这请各位注意一下。那如果说现在 P 二的价格要比 P 一的价格来得高呢？哪个高用哪个。你现在永远记住的话，税永远是从高的。 扣税抵税永远是同低的。你现在要干嘛？要征税。现在 P r 的价格要比 P A 的价格要来的什么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按照 P r 的价格要干嘛交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按照 P A 的价格已经征过消费税了？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还可以进行什么抵扣啊？可以进行抵扣，我们可以这个进行抵扣的，能理解了吧？啊，所以说在这里面一定要讲清楚的是什么？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现在受托方已经代收，按照 P 一价格已经代收代交消费税了。现在受托方收回后以 P 二的价格干嘛？直接销售，直接销售。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要看后面的价格。如果后面的价格高，要干嘛？征税。那么以前面已经交过的消费税可以进行什么抵扣？如果说后面的价格低，那么我们就不用交税了。为什么？因为前面的高啊，以前面的已经征过税了呀。那后面的价格低嘛，我们就不用再次交税了。就这么回事儿，能理解了吧？啊。 这个要请各位注意一下，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如果说现在委托加工收回以后干嘛，是进一步加工的。如果说是需要进一步加工的话，我说一下。如果说是进一步要加工的话，一你要考虑抵扣范围了、嗯，你要进一步加工成，比如说进一步加工成应税消费品的。 那你这个时候还要考虑一个什么抵扣范围能不能做抵扣，以及的抵扣的方法。这后面我们在下一讲当中会讲，还有一些抵扣的方法的问题了。哎，进一步加工什么应税消费品，你进一步加工为应税消费品的，那这个时候我这个批以纳的消费税能不能做抵扣？要看有没有抵扣范围，以及它的抵扣的方法。 是吧？那么在这里面，如果说是什么进一步加工为什么非应税消费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其实已经没有消费税了，已经不用考虑了。为什么都已经是非应税消费品了？那就完事儿了，反正就按照批发价格就征过消费税就结束了。 对不对？如果说你是说收回之后干嘛直接销售的，那么我们要考虑 P 一、P 二的价格关系。那后面价格高的要干嘛？要按照 P 二的价格来进行征税啊。我们是按照 P 二的价格来进行征税。那么已纳的已经按照 P 的价格的消费税，我们是可以进行抵扣的。这种抵扣我们是没有范围的。我先说一下，这种是没有范围的。但是如果说你说是进一步加工为什么应税消费品的，那这种情况下面 P 一的已纳的消费税能不能做抵扣？我们要看是不是属于抵扣范围。 如果说是属于抵扣范围的，我们还要看抵扣方法，因为我们是要消费税是用多少抵多少的原则啊。我们后面会讲，是吧？如果不属于抵扣范围的，那不属于抵扣范围的话，那 OK 啊，那我们就就就结束了。呃，不属于抵扣范围的话，你后续加工出来的应税消费品照章征税，也就不让你做抵扣了。如果说你进一步加工为非应税消费品的，那在这里面的话，非应税消费品出去也就没有消费税了，那 P A 已纳的消费税就结束了，就这么回事儿。 啊，各位要去注意一下啊，一些细节，这叫做细节啊。这个是委托加工，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两个提示，我们来看一下。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解释，材料成本，也就是我们在委托加工组价里面的材料成本，是指的是受托方所提供材料的什么实际成本？那这是一个。另外，加工费呢，主要是指的是受托方啊、呃，呃，这个加工应税消费品委托方。 呃，像委托方所收取的什么全部费用啊？受托方向委托方所收取的全部费用，这个加工费里面啊，加工费我们包括了什么啊？带电的辅料的实际成本，但是不含什么增值税。也就是我们在组价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增值税给组进去吧？也就是我们材料成本啊、加工费、辅料费啊，都要求什么不含税。如果说含税的话，我们在组价的时候先要干嘛？价税分离，清楚了没有啊？另外，对于材料成本。 我们还要去的是收购烟叶、委托加工烟丝的主价公式当中的材料成本的一个构成，什么意思？在我们委托加工主价里面啊，这个烟丝啊，委托加工啊，烟叶委托加工成烟丝的话，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这个材料成本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我举个例子，你们听一听啊，我稍微把这个金额，这个稍微讲一讲啊，怎么说？比如说某烟厂啊，我举个例子啊，某烟厂。 啊，向烟农呢收购了一批什么烟叶？啊，收购了一批烟叶，这批烟叶的收购价，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十万块钱啊，烟叶的收购价格为十万，按照这个烟叶的质量，支付给烟农一笔什么价外补贴？ 下外补贴百分之十，我们好算一点10，百分之十好了。然后呢，将这批烟叶呢运往，运往这个当地的一个什么加工企业，这个加工成什么呢？烟丝。支付给当地的啊，从这个烟叶呢，呃，从烟叶的收购地运往当地的这个加工企业，然后呢，支付了一笔什么运费？ 两万元，啊，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两万元，啊，然后呢，还支付了一些加工费、辅料费，比如说支付了加工费、辅料费，比如说是四万块钱，啊，四万元。假设上述金额都是不含增值税的，问你什么？现在告诉我们，当地的加工企业没有同类商品价格。 问你什么代收、代交消费税有多少？啊，他问的是代收代交多少消费税？嗯，就这么一，就这么几个金额。就我告诉你，这里面的话，基组价的话，真不太好组。怎么讲？我们正儿八经的话，我们用的是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辅料费，除以一减什么？ 消费税税率，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叫做组价，用的是材料成本加加工费啊，除一减消费税税率来进组价的。你关注其实难是难在哪里？难在这个材料成本的构成上面。加工费和辅料费四万块钱，已经直接告诉你也不含税，这金额都是不含税的，对吧？那好了，关键是材料成本是多少？怎么算？首先你看一下啊，呃，在这里面收购一批烟叶，收购价格为多少？十万。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材料成本，一要包含什么？收购价，对不对？收购价要进成本的，这我们会计核算当中都知道。然后呢，又支付了给烟农一笔什么价外补贴？那价外补贴也要进成本，对不对？但是我们讲了，收购烟叶过程当中，你还要再交一笔什么税啊？烟叶税，烟叶税的话是收购烟叶要交纳的一个税费。 那这个税费的话，我们应该要干嘛？进成本的，这个是跟材料采购有关的税费，那那这个时候我们材料成本还要再加一个什么烟叶税？那么烟叶它是一个农产品，农产品它就有什么？有进项，对不对？农产品它就有进项，那进项税的话，我们在组价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把增值税给组进去，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那我现在是组成一个计税的价格。 那这个价格里面肯定是不含什么增值税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进项税要把它给干嘛减掉，听得懂这次吧？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跟材料采购有关的一些什么运杂费，对不对？哎，跟材料采购的有一些一些运杂费，不含税的运杂费，我们都要干嘛进成本？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材料成本应该是那么多的。 你要在这里面一定要明确我在这里面的材料成本的一个具体的构成。所以说在这里你看一下啊，收购价是多少？十万，是吧？然后百分之十的价外补贴。我们大多现在我在这里还客气了，我告诉你百分之十的价外补贴。如果难点，我告诉你收价外补贴是百分之十五，这道题目你又要白了，你又要翻白眼了，我告诉你，是吧？然后再加什么营业税？营业税怎么算的？ 我们在上一章当中已经讲过了，营业税的话，我们用的是收购价和百分之十的固定价补贴两者之和的百分之几啊？二十。那好了，你乘上一个一加百分之二十，对不对？不就是收购价价外补贴营业税不就都出来了吗？合计了吗？再减掉一个什么进项？那进项怎么算的？进项怎么算的？你农产品的进项税该怎么算的？啊，在这里面的话，不就是我的营业,业的进项税该怎么算的？我们用的是收购价。 实际价外补贴烟叶税三者之和九加一啊，它现在是收购烟叶加工成烟丝啊，烟丝是十三的税率，不就正好百分之十吗？抵掉百分之十吗？那好了，那么要减掉一个百分之十的进项吧，不就是这三者之和吗？收购价、实际价外补贴、烟叶税三者之和百分之十减掉，那剩下来的百分之九十不就我的成本吗？然后呃，跟在这里面加工烟叶所发生了一笔什么运费多少两万。 这个两万元我们要干嘛？进成本，其实这一个才是我的一个总的一个什么材料成本，看到了没有？再加上不含税的加工费、辅料费四万，除以一减百分之三十啊，乘以百分之三十，来干嘛？代收代缴消费税，看懂了没有？所以说有些东西啊，我。 其实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给你答案，你都未必能够看得懂。如果说我现在不给你解释一下的话，你说我列了一个这么一个式子，我给你，你去抄答案，你都，我估计你都能够抄错，对不对？十万块钱收购价进成本吧。 百分之十价外补贴也要干嘛进成本？十万的百分之十进成本，然后收购烟叶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笔烟叶税也要干嘛进成本？那烟叶税是多少？收购价加上啊百分之十的固定价外补贴，啊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不就是我的烟叶税吗？现在三者之和都要进什么？进成本。然后呢，烟叶有什么？有进项，进项增值税是价外税，你组价的时候不可能把增值税给组进去，所以说我们要求不含。 增值税的一些成本，那就要把烟叶的进项把它给干嘛减掉？那减掉的话怎么减？这个烟业的进项怎么减的？烟业的进项不就是三者之和九加一吗？哪三者之和？收购价、实际价外补贴、烟叶税三者之和乘以百分之九，领用用于1三项目再加计抵扣百分之一。现在我是收购了烟叶，直接加工成什么烟丝，那么直接抵扣百分之十吧，乘上一个一减百分之十。 对不对？也就百分之十抵了，底进项剩下百分之九十不就进成本吗？然后两万元的运费，那么跟材料采购有关的一些运杂费，我们要干嘛？进成本。那这个中括号里面的就是什么？我的材料成本，再加上不含税的加工费和辅料费，除以减消费税税率乘以消费税税率来干嘛？代收代缴消费税。听懂了没有？啊，这要请各位注意一下。好，我们来看到单选题。下列关于委托加工应呃业务的消费税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A 选项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加价销售的，不征收消费税，对吧？这是什么错的？它是什么？直接加价销售，相当于 P 二的价格肯定要比 P 一价格来的高，那就是我们要按照 P 二价格要进行征税。那么 P 一价格已纳的消费税，我们可以进行什么抵扣？B 选项，纳税人委托谁？个体工商户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由委托方收回后，在委托方所在地纳税，没问题。 C 选项，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如果说受托方没有提供材料成本的，应该由委托方到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核定成本啊，这个我先说一下，这是什么错的啊？呃，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你代收代交消费税应该由谁来代收代交？受托方代收代交。 交给谁？应该交给受托方所在地。所以说，一旦你现在是主价了，材料成本有问题了，要被税务机关进行核定成本了，那这个时候也应该由谁来核定？应该由受托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来进行核定。为什么？因为你这笔代收代交的消费税是交给受托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所以说你这个成本有问题，加工费有问题，主价有问题要被核定，那也是由受托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来进行核定的啊。 C 选项，委托方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如果说受托方没有代收代交的税款，一律由受托方补税，这是错的。纳税主体是谁？委托方，那肯定找谁补？找委托方补。但罚罚受托方，我们要罚受托方的，谁让你没有代收代交的，对不对啊？在这里面，正确的应该选的是 B 啊。好，我们再看一道例题，一三年考的，甲企业委托乙企业生产木质一次性筷子。 甲企业提供的主要原材料的实际成本为十二万，支付不含税的加工费一万元，带电的不含税的辅料费为零点八七万元。已知木质呃一次性筷子的消费税税率为百分之五。问你代收代交的组成的计税价格？那好了，问你组成的计税价格。现在题目有没有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乙企业的同类商品价格？那就组价呗，材料成本。 加上加工费、辅料费三者之和嘛，这些都不含税嘛，除以一减百分之五，这就是我的一个什么组成的计税价格。问你代收代交多少消费税，你用主价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五就可以了。清楚了没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把呃出厂环节的，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生产销售环节自产自用啊应税消费品的计算，还有我们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计算，给各位考生都做了一些介绍。 那其中委托加工的话呢，稍微呃烦那么一点点。呃，考呢，如果正儿八经去考的话呢，它并不复杂。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啊，其实并不复杂，这个要注意一下。其实讲来讲去，委托加工就是那个逻辑图，我要板书的这些内容，关注一下，好吧？那么这一项就给各位考生介绍到这里。